Hello，Hello，你在这住的？啊，小点声，俏佳还睡觉呢。悄悄在这呢。哎呀，行吗？这咋的？上面写豆腐，我先准备罐烧的水哈。你就那不倒点就行呗，就你那手，慢慢好好拿呗。我爸搁调料搁的是真狠呐！吃的就是料了，你妈告诉我的。谁告诉你的？没听你说现在胡说八道，我啥时候告诉你吃的就是料了？你怎么这一天怎么就冤枉人呢？你顺嘴开河呢？一点都不冤。那天说做啥玩意儿？那吃的就是料吗？我说吃的搁鱼窝里搁把候，我说吃的就是那个把候那料。我说这调料了。别看。这个有点太血腥了，你也特吃的做饭，鞋里边加鸡蛋呢，嗯，蒸血豆腐吗？那每次蒸都是放鸡蛋吗？对呀、啊。妈呀，我还以为直接就搁血上蒸呢。完了，放点油，跟蒸鸡蛋糕似的呗。对，像蒸鸡蛋糕。这个看着有点恐怖啊，但出锅的时候吃是真香啊。再熟的快。熟的时候越好。这一大早你整的太丰盛了，丰盛啥呀？就是粥，又是和面，又是煎鱼的。那你早上吃饭就必须得有点粥吧？这是糯米粉吧？对呀、啊，糯米粉。然后先白面呢，白面你点粽子吧，萌萌爱吃那个。妈，我是真佩服你，一个人看三个锅。那也不用管，这都是小配。你在单位也这样吗？在单位一般只看两个的时候，一般都看两个。我妈煎的鲅鱼全都给剪成段了。哎呀，还拉丝儿呢。还有几个烙饼啊？小年饼。最后炸成玉米汁了。这一大早的，又是饼又是粥的。26号，这有点稠了哈。行，有点老了。你看，我就跟你爹说，我说兑水兑少了。看看，蒸出来就没有那么恐怖了。兑水兑少了。行，可好吃了，端桌上吃了这个吧。咋就来一个呢？还有在后边呢。我咋没听着门响呢？门开着呢。
猪血。猪血啊。好吃，就跟豆鸡蛋包似的。嗯呐，一本就行。就等你一人开饭呢。我们没吃呢啥。啊。还吃呢。等你呢。等你呢，姐。哎，把这叠不叠？你就搁小勺碗吃就行。我还有个鸡蛋糕呢，就跟鸡蛋糕一样，像鸡蛋糕一样。哎呀，可香了。你们没看见下锅前的老血腥了。血是能不血腥？咸蛋上的啊。我没尝。吃一口吧。我还当我这糊糊呢。哎。有进步啊。上回做的跟水似的，这回做的挺好。这多好，我昨天做的更好，多好！以后把那些再炸。这一天够吃的。有啊。这都吃完一个了，先着急干活去。干妈，你看我们今天打扮的特别不？嗯。开饭去。跑这来吃的呢。他坐这嘎不得劲儿，他就愿上上劲儿。嗯，对他腿长。嗯，我天，我让他盘腿还不会盘，小个子那种腿都爱咋的？哎，咱理解不了，咱都是矮个子。咱以前，哎呀，以后这以后吃饭上那个桌上吃。俺们小时候就这么吃的，你就没习惯。别说话了，你腿没人长，你再小时候有什么用？老长时间没吃这个年饼了。可好吃了。妈，嗯，你点上这撒成芝麻那样的也可好吃了。不爱吃芝麻。我也不爱吃。我爱吃。自己做去吧，是我妈太说了。咱爸帮你呢，你走走你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你怎么还跟家长呢？我吃吧，来吃。吃饭你都离开桌子了呢，来。在家找个姐呢，不没敢跑就是。你咋知道的？就你俩那点小心思。你